李晨和范冰冰自从公开恋爱后就不再遮遮掩掩，时常被拍到甜蜜约会的照片。日前在参加活动时被问到是否好事将近，李晨也是默认态度，并表示有好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而最近有网友在北京某知名家居用品店发现范冰冰和李晨的身影，当天范冰冰身着一袭蓝色连衣长裙，森女范儿十足，而戴着口罩的李晨则是简单的 T 恤牛仔裤，两人全程手牵手，相当甜蜜恩爱。从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到，两人整整选购了一大袋家居用品，随即被指已经进入同居模式，看来好事将近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，女神和大黑牛步入婚姻殿堂的那天似乎也已经指日可待了。 Yes 旅行中心上海报道。